花莲县议员第三选区候选人吴建志四号在吉安乡庆丰村服务处成立了竞选总部，包括立委傅昆萁、吉安乡长游淑珍以及各村村长，还有地方大佬全都来相挺。而吴建志表示，这次寻求连任，也恳请乡亲支持他，要继续为大家服务，共同打造幸福吉安美丽城市。吴建志，吴建志。吴建志，吴建志，建志建志建志，动身动身动身。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主委张应华四号一早就是来到吴建志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来为他加油打气。吴建志是黄复兴党部中流砥柱啊！吴建志的阿伯吴国栋老县长刚刚很早就在那边，所以吴建志无愧于吴国栋老县长对他的爱护。国栋，国栋啊，国民党的栋梁啊，国家的栋梁啊，吴建志中流砥柱，吴建志拜托，我把吴建志交到各位手上，不要让他落选，那是国民党的耻辱，那是民进党的嚣张的时刻，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第三选区。拜托大家给吴建志最温暖的一票，安尼好不？好。花莲县议员第三选区候选人四号吴建志，四号上午在吉安乡庆丰村服务处成立竞选总部，立委傅昆萁也恳请乡亲全力支持他，继续为大家服务。在乡亲父老为了守住花莲，保护台湾，我们用最热情的声音来支持傅昆萁，支持吴建志。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吴建志每一次参选都非常的看好，最后投票结果都落选，只有这一次调查未动算，所以大家一路看好，想说一路温动算的，咱票得好把人，干嘛一路落算？这一次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要让吴建志大家票票入柜，集中所有力量，让吴建志当选，好不好？好！好！吉安乡长游淑珍也全力推荐四号吴建志，所以叠加县乡协力不是口号，喂，船长拢伫遮对不？咱个馆长一号的徐正伟，一号的乡长游淑珍。四号的吴建志，跟咱所有的传递，作为高票当选，为我们乡亲来服务，好不好？好。淑珍姐姐，虽然少声，咱嘛是爱甲吴建志，我的弟弟加油姐，好不好？好。吴建志，动算。吴建志，动算。吴建志，动算。这边再一次的。恳托大家吼，这几位这个村长来的都给他当选了吼，那非常的感谢。我们在这个议会，我也会全力的来配合地方的经费来运作，在这边还是深深的一鞠躬，感谢大家。来，谢谢谢谢。好，来，好了，谢谢。好，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大家哦，再一次的拜托恳托各位，这个回去帮忙拉票、打电话。那个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啦，吼，没有办法一一的吼来做拜访，但是能够用这个电话，我想电话也是很好的一个拜访的这个电话，这个拜票的方式。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四号哦，大家能够。事事如意，然后心想事成，然后这个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就是一家人。花莲县议员第三选区候选四号吴建志，由于人缘相当的好，国民党立法委员林德福一早从台北下来，来为吴建志加油打气。前县长吴国栋、立委傅昆萁、吉安乡长游淑珍、各村村长以及乡亲一同来相挺。吴建志表示，这次参选的候选人是相当的多。也恳请乡亲全力支持他，在花莲县议会争取地方建设，共同开创美好幸福吉安。记者 Johnny 吉安乡报道。